黄圣依近照曝光，穿连衣裙小腹凸起明显，这是啥情况？近日，黄圣依在社交平台更新了一则视频，告知大家自己将要开直播了。视频中并没有看到杨紫的影子，只有黄圣依和其他三人，想来应该是亲戚或者是朋友。视频发出后，很快就吸引了网友们的注意。而网友们此次聚焦的点并不在黄圣依即将要开的直播上，而是黄圣依的状态，因为她看起来像是怀孕了一般。当天黄圣依身穿一件米黄色的宽松长裙，整个人显得有些大腹便便，在扭动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她的小腹有些凸起，再加上黄圣依有段时间没有现身了，于是很多网友猜测她是不是怀孕了。黄圣依今年已经39岁了，如果真的怀孕算是高龄产妇了。视频中她画着精致的妆容，丝毫看不出来她的年纪，皮肤白皙有光泽的，可见日常保养得非常好，仿佛还是当年的七仙女。黄圣依和杨紫结婚以后就慢慢淡出了演艺圈，近年来更是少见她的作品，只是偶尔参加一下综艺节目，整个人比较佛系。近年来，随着直播行业的发展，黄圣依和杨紫抓住机遇，两人开始了直播带货。杨紫不仅经营着自己的公司，而且还会和黄圣依开直播带货，不得不说杨紫太拼了。黄圣依和杨紫目前已经育有两个孩子，两个孩子也十分可爱。之前黄圣依还带安迪上过综艺节目，安迪懂事听话，良好的家教让安迪收获了观众们的喜爱。如今两人已经携手走过了很多年，情比金坚，不管有没有怀三胎，都希望他们能一直幸福下去。